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就是直接下去就拿剑给他刷刷刷打掉。我刚刚走这嘛，搞啥？还是我直接人下去引诱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现身了。电脑一直跳这个，走开！小心一点，他是一点这样，丢后边了。还是有分不同的形式耶，这样打一打发现都比较大的跟小的。OK 这边感觉就是暂时会比较好，因为不瞄准也可以打嘛。我就非瞄准不可，就一定要去引诱他们。哇！这一下痛。你强力吗？哦耶！感谢你的支持。欸，别跑啊！别跑！怕有那个声音，没魔力的时候，这样的哇，还好这个火球有那个范围。
前面，那是怎样？小心把这一只引过来。横砍有道理，可是横砍好耗，我是怕耗魔，因为它真的是消耗很大。效果真的很好。越偏，无法。对付这边还就是要这样用，哎呀！算你，我就不用砍了，我就来。哇，你要复活了，但是你刚刚没死。我几乎耗光我说的水吧。我掉下来了，我掉下来了。哎，我拿到一个什么戒指？按太快没有看到。哦，这个。不太一样哎，我原本预估我会到那个刚刚打不开的门，不过我现在到这里，我根本就不认得了。虽然是没有关系啦。
大人是不是敌人？哇！是我不去招惹他，好像就没事。不会追下来吗？好像不会哦。我就是被这个，就没办法瞄准他。大恢复，全有敌人。这边就上岸了。好，你这家伙，打亏。前有萤火，冲啊！萤火，我来了，终于。先往右边的门去点火。刚好我也是选了右边。在继续前进之前，往回一下。那还有地方没去呢。活坏了，啊！再往下走之后，下个网了。那我已经跳过一个了，这样。石块，这什么东东啊？
10块，我看它说明是什么中毒嘛。在身上带这个实在是有点。你迟早会有同样的下场，同样得到蜥蜴吗？还好啦，知道他怎么打了就。哎，哇，来到一个不错的地方，喝汤的时候了。喝完汤就砸人家厨房。超坏。头上。头上有什么？我倒是看到前面有一只，这里感觉还蛮高级的室内欸。在你反应过来之前。等等等等，这也太大一把了吧！我整个人被刺伤，我也真神勇，这样子啊，我还能动。如果没有办法对他做什么，就算了吧。糟糕，我有点不太知道现在是哪里。对，我以为是宝屋。一切都是看正妹图害的。见了，后面那只果然还在，好险没有大意。
几乎没什么损失啊，走到这。狗好凶！站下来，我的血瓶就倒没了。把狗引出来之后，往回跑，跑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打，然后再回来对付法师。好像想起来蛮有机会的。好，不把他们打掉吗？要是有东西可以捡怎么办？两只的法师，还有狗，好，
哇塞，太可怕了！哎呦，这有一条路哎。不是隐藏的，那这里有什么用呢？太好了，又有大型碎片。没有东西。那里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宝物哎，在对面的房子里。左边结，右边打。左边有捷径吗？这个搭上来啊，这里我回来了，我回到上面了。这里好像上次还有一个东西没捡嘛，耶、yeah, ！终于到回来了，将消失的灵魂。然后现在小黑那边还有一个梯子。快爬！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天涯说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